专辑，并在2021年底举办了首场个人演唱会。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他开始以温暖的歌声透过脸书直播俘获了一大票粉丝，脸书主页粉丝群也从数十人暴增数万人。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微星唱片娱乐制作旗下的唱片红星网红老情人黄良德粉墨登场。谢谢现场朋友，大家晚上好，为你安排第一首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我想你在心口难开，我想